京有个小馆，做这道蜜汁茄卷，那是外焦里嫩，又好吃又好看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吧。把茄子洗净，去掉两头，用插板擦成薄薄的小厚片，如视频中这样备用。准备三肥七瘦的肉馅，加生抽、蚝油、五香粉、白糖、一点料酒、葱姜末，用你发财的小手抓拌均匀，然后把肉馅放到切好的茄子片上铺平，再给它卷起来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全部卷好后，再上下左右全方位的包裹一层淀粉，锅油温六成热，下入茄卷，中火炸四五分钟左右，炸的时候勤翻面，炸到表面金黄后捞出。小碗中放入一勺海鲜酱油，半勺蚝油，一小勺糖，半勺陈醋，半勺淀粉，再倒入半碗清水，搅拌均匀。锅中放一勺白芝麻，翻炒两下后倒入调好的料汁，渐渐粘稠后关火，放入炸好的茄卷，翻拌均匀，秘制茄饺就做好了，外焦里嫩，吃着可香了，配上大米饭，保你一顿能吃好几碗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关注我，没准哪天还能有点用，感谢您的支持。